的题目到左边这边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现在弯曲过。艺人小 S、徐熙娣婚后和老公徐亚军育有三个女儿 Ellie、Lily、老幺徐老三。小 S 经常在社群上分享母女间的逗趣互动，加上正值暑假期间，女儿们几乎天天都在家，让她早在八月初就忍不住 po 文抱怨：“我爱女儿们，但暑假也太长了吧！”并附上一张大吼抓头发的自拍合成图。今30日，明31日是不少间学校的开学日。小 S 昨29日深夜兴奋分享一段影片，自影片中可见她面对镜头，无声的唱歌热舞，不停摇晃着身体，难掩内心激动。仔细一听，还能听见背景传来女儿正在线上上课的声音，更显搞笑。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笑说：“对妈妈来说算是鬼门关的概念，隔着荧幕我都感受到开心到满溢出来。”由于刚好有台风逼近台湾，也有人回结果放一天周四台风假，让他吓得直说少胡说。另外还有网友询问，如果女儿要逃课请假在家待一周，你会同意吗？小 S 立刻回复报警，幽默回应笑翻网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雄秀包厢单碧红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！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